谢谢一个。好，好，我的好朋友，我儿子的好朋友了，我儿子的好朋友了，吴真的，谢谢谢谢。好，吴真的，好，谢谢。谢谢海川里长，我们宝山里所有的乡亲、大朋友、小朋友、大哥大姐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真。抽奖好不好玩？好，抽奖好不好玩？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很开心在今天这么舒服的天气了，来跟大家一起在这边欢庆中秋。好，然后这边也跟大家稍微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吴真，今年参选我们松山信义区市议员选举。哦，四年前我也在这边参选，啊，不过上次我差一点点，上次差500票没有当选，啊，今年继续努力，希望可以在社区，在这个我们整个信义区，还有我们收里，都跟里长一起来为大家服务。大家补个500票给他就当选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哦，谢谢了，啊，大家有需要服务随时找我跟里长，啊，今天我也带了一个小礼物来跟大家一起同乐了。啊，接下来这边要祝我们乡亲中秋节快乐，啊，是不是现在我们就来抽这个礼物？哦，好，抽。好，黄慧渊苑，黄慧渊，852137，852137，有人吗？黄慧渊，黄慧渊，第二次，852137，黄慧渊，没有，好，第三，大家都抽一个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黄慧渊来了吗？哦，来了来了，好，来用跳过来，跳得过来。852137。这边这边。谢谢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哦，不是，哦，好，那再抽一个咯。没有，再一个。好，他是印尼的，他听不懂。这是陈义坤的是吧？218282。陈义婉还是？陈义婉还是陈义坤还是？218282。218282有人吗？好，再抽。来看谁中哦。这个是简逢庭，852128。简逢庭有没有？有。有耶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对。好，看这边，耶！好，谢谢，中秋节快乐。嗯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好，谢谢海秋旅长，大家中秋节快乐，连假愉快。我是吴章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一节目，大奖抽完，后面结束还有礼物送给大家哈，哦，大家期待一下。哦，我们燕园东家老板后面还有很多礼物送给大家。来者有份，来者有份，哈。